当担任总统啊，当选总统又是党的主席啊，哈、啊。那我自即日起哈、啊，就是啊离开新潮流啊，因为其实政党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啊，政党内的自己团体有其功能啊，哦、啊，但是为了要啊，因为更客观了、啊、哈、啊，然后去推动国政，啊也能够啊团结党内的同志啊领导这个党，所以我自即日起离开。新潮流哈，特别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以上的报告。那秘书长现在也完成阶段性的任命啊，他阶段性的工作，他也跟我提出要我履行承诺啊，让他回归山林啊。我们就一方面感谢他了哈，一方面也祝福他哈。让他休息一下哈，不过我还是要讲哈，国家需要他，随时要准备再赴战场。